对，比赛看的并不是很多，也是他的这种状态是很引人注目的。 这两个接腕威胁，可能我感觉包括他整个打球的这个基本都是以控制为主。看到龙队这样的，算得很细，对，板板都连环扣，是。 5-5后，基本上就好没打起来啊，就一下两下就结束了。比赛要多一些，国际性的比赛要多一些。而且我觉得，那应该还是就是平时训练这方面没有。 机会可以让龙队直接上手。你看，这个环节这个分差的很多。 接发球直接就吃发球，不就是反攻？你看他只要这样就能打。我也是连输了5分吧。哎呦，这个球明显这么长。 明显速度加快了，一打出去的。在这种节奏的把控和这个比赛的这种，你看马龙这个落点，对。 明显的就该发了，翻了一个小三角，给你个中间，够了。 按照自己这个思想去做，翻翻脸，对对。应该上来用一个挡板。对。但现在这种，无论是从布置，从这个各方面，往前进攻。
上是比很多男运动员要稳定的，这个可能也是基本功要扎实一些，或者他平时的这种训练更多的都是这种搓场以后的相持。对，因为有的时候男孩可能并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搓场去防一下，总是怕第一板的搓场下就并不是那么好拉，不像以前很冲那种的。我觉得现在的每一板不像龙队这种目的性那么强，而且这么精确。对，每一单板的质量来见长的，连环扣，对，无时无刻不给你打压，对，太好的办法。这应该是那个球台比较涩，好像。这球有点好。好。机会。恭喜龙队，也感谢海东双方为大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。